鼻子无所谓，先把这个去了。从牙齿上面就可以看出它那个牙齿的磨损程度，野外救护的很多大熊猫它的牙齿磨损程度就比较严重了，这样的话它在野外吃竹的话就会影响它的一个采食情况。出来了，大家看，啊、哦，出来了，啊，现场响起了一片掌声，很快，啊，你看他很快就把它折，他又折回来了，没找到路，啊，这个找到路了，我们看他像那个，等，啊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